爱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大兄弟大妹子、大侄大外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啊！好，这里是乡村大舞台，我是小毕，毕明鑫，见到大家格外亲。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我们大美星河队的队长傅玉龙。大家好，我是小白鹿，今天我是山水阳朔队的队长。好，那我们就再掌声热烈欢迎一下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星河县的朋友们，欢迎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阳朔县的朋友们，欢迎。好，接下来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光临我们今天乡村大舞台的乡村观察员啊。首先要介绍的是在我们歌坛作品无数、圈粉无数、永远也不变老的曾格格，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特别的介绍一下一位青年校青郭金杰，来欢迎他。欢迎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啊，来到咱们乡村大舞台，为我们两个队伍摇旗呐喊，加油，必胜。好，哎呦，必胜。我作为队长，我得非常自豪介绍一下我们星河。哎呦，那你先说说吧。哎，我大美星河了不得了。小毕哥，我知道你最爱吃的平时是啥？我爱吃的太多了，土豆啊！我告诉你，我们星河有土豆，号称啊中国蜀都，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数我们最棒啊，数你们最牛。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景甲桂林”，跟我们的土豆有一拼。说了半天，你们俩知道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你说说我们听听。他们这两个地方其实地域面积各不相同，但是两个地方的人口都是33万。这么巧吗？你说巧不巧？好了，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队员，场下就坐。就坐。来，谢谢。好，来来来来来，接下来掌声欢迎我，就坐。本场节目的竞演规则，今天两队将进行四轮比拼，每轮每队各派出一个节目，请拿出手机扫描座位下方的二维码进入投票程序。两队的亲友团要分别从对方的四个节目当中选出一个您最喜欢的节目进行投票，每人只能投一次。现场的观察团成员也要进行投票，一票顶五票，两队最终票数最高的两个节目胜出，将有机会参加乡村大舞台年终特别节目出彩乡村之星。今天呢，我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大美星河的辽阔，感觉特别好。北京人民特别热情，有激动有这样子，不都给就是有些语无伦次，还有点小害怕，有一点点的紧张，很兴奋很喜悦。大家好，我叫白云格日乐，立木起立，张华，池江涛，老魏强，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儿童小团结乡，打苦列小的，我们用最美的舞蹈，最美妙的歌声，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星河来做客，星河人民欢迎您，美丽星河欢迎大家都来。条河欢唱，陶醉了人心田，岸上生长兴旺，河水荡漾美满，牛羊肥又壮，日子比蜜甜，还有那湖泊柔情，哺育着绿色的草原。星河，祥和家园，你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这次傅艺龙藏了这么大杀手锏，把我们乌兰图雅都请来了啊！那必须的嘛。为什么请乌兰图雅？为什么呢？这个网络上有一首非常受欢迎的歌，《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知道，现在特别火那首歌。哎，毕老师，哎，来吧，有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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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来。其实你们都不太了解，金杰做科就是舞蹈。真的吗？是个，还有些能手啊！你别，你没看我一直我在往后退吗？因为在这个时候，因为咱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舞蹈演员来讲，咱们不能这时候站不住，你知道吗？专业，人家刚做完示范，我一跳。我比他跳的都好，不合适。不合适。小伙，你怕不怕他比你跳的好？不怕。小伙不怕你跳的好。来。你要不怕我比你跳的好，我也不怕打脸。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这是不是喝多了呀？好。漂亮。漂亮。回了东北了，漂亮！我呀，就是会的太多了，跳着跳着就跳家乡去了。来，小兵啊，不，该那谁了？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乌兰图雅的歌声。哎，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在跳舞。我后来仔细一想，乌兰图雅什么时候跳过舞？他都是在跳舞的人群当中。哎。他就没有真正的给你们展现过舞姿。今天到了乡村大舞台的舞台上，乌兰图雅，我跟大家说要给大家一亮舞姿。现眼了，现眼了。走。哎呀，别说，哎，这看上还是有功底。对，好，来，现在咱们投票，为我们小兵哥，投票。小兵哥，资深舞蹈家。不是，你们是愿意让我当评委，还愿意让我跳舞啊？跳舞。走。哎呀！哎呦！行，那个为了让这个舞台继续的能够演节目啊，这个就算了。关键刚才是互动啊，人都来了，对呀，完整的，不是你要真来了，你不能完整的唱一遍，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
排这个歌，这个舞确实是好。嗯。但是我们阳朔队只需要派出一张王牌，就能够以一敌百。每当我漫步在阳朔的西街，各种美食充斥着我的味觉。双叶桥、马蹄糕、龙吟路、安野坊，最有名的当属甩着皮有鱼啦。看山水的倒影，二十元的背景，江景，放松你的心情。一不小心掉入这美丽的陷阱，让你感受阳朔的风土人情。我们阳朔欢迎你的到来，咱们相约相声大舞台。对阳朔的爱，我们自信不改，希望能够在这里为阳朔出彩。送饭顶锅都挂烂，你家那菜不来菜好来菜，没愿做神仙愿做阳朔人，你家耍神不耍神好耍神。啤酒与送饭顶锅都挂烂，你家来菜不来菜好来菜，没愿做神仙愿做阳朔人，你家耍神不耍神好耍神。人家好久以前喊上的水手却淡水，但有乡巴佬者举手后起敬他们的嘴，他们发现没得淡水，这啤酒配起很纯粹，东南风把水手的船往美丽的丽江吹。啤酒一滴美味冲出鸭索玉米的味，把我耍的丽江的鱼和啤酒更配，更配所以蘑菇鱼都归你做成啤酒鱼。没吃过啤酒鱼，讲你到过鸭索讲给哪个听，等于你没讲座讲给哪个听，等于你没讲座。你讲那车不来车好来车，你讲说声不上声。哎呦，这节目好啊。好吧，这个节目太好了，鼓掌。好到什么地步呢？啊，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告诉龙哥我们唱的是什么。我们阳朔的啤酒鱼。哎，这个啤酒鱼啊，在我们阳朔是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有名到什么程度呢？没吃过啤酒鱼就别说你来过我们阳朔。你说双生不双生好双生。话都说到这儿了还等啥呀、你就让我们爽一爽神吧。没问题，来上我们的啤酒鱼。好香啊。来，有请我们阳朔县农业农村局的诸葛正局长。各位导演老师大家好。这样我们把观察员们都请上来好不好？我要是观察员我都把这主持人淘汰啊！你这个菜不就是给观察员上的吗？请啊，快来呀、我们等待多时了。下面呢，我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阳朔啤酒鱼。它呢是从阳朔漓江里面的正宗的鱼加啤酒做成的，做成以后啤酒鱼呢它的皮很酥脆又很鲜嫩。您稍微往后一点，我怕你口水别流到盘子里。你口说那个无凭，口说无凭，嘴吃为实。哎，你们一人一块，剩下的我打包。你看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说话，这说明了什么呢？哎，真的很鲜美。加的一定，我先香了。来，咱每个人说一下感受。来，从郭金年开始。那个，我妈告诉我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太好吃了。我此时此刻体会只有两个字儿。什么？打包。接下来我们有请星河的朋友们上场品尝。品尝。吃啤酒鱼的时候呢，我介绍一下我们的阳朔金桔呢，它是获得国家地标产品。历史已经有150多年了。这个竹筒呢是我们用本地的食材竹子，筒里面呢是糯米加一些柴火熏制的肉，还有本地的一些配料做成的，叫的竹筒饭。竹筒饭，竹筒饭，很清香，欢迎各位到阳朔做客。好，谢谢。好，交响思路，如意甘肃。本栏目由甘肃文旅独家冠名播出。第一回合结束了，这个请各位观察团擦擦嘴，我们该点评了。我已经擦完了。
参加过很多美食节目，我觉得咱们这个美食节目，我觉得不是美食节目，不是美食节目，我们是综艺节目，美食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对，哦，确定吗？已经被我们征服了。参加过这么多有美食节目在元素在里边的节目啊，咱们这个节目我觉得口味是最丰富的。刚才这个星河这个节目非常好，小伙跳的也好，但是我没吃他们东西。对呀，我觉得人家后边这个啤酒这个鱼这个，味道好啊，尤其是那个辣味儿，尤其是节目，哎，节目说节目又偏了。节目好，特别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段说唱节目，非常新颖，真好吃，真的。节目好，金姐，就他们了。我们后面还有烤全牛。我跟你说，我刚吃完人家东西，别的我不说，人家非常好看。如果说后边咱这边还有好吃的，后边再说。金姐，你这精神大餐就全不算是不是？那我觉得咱还是以肠道为主吧，我觉得肠道为主，口味还可以啊。我明白了，他一切是以味觉来决定自己的判断的。你看人家那个微辣人做的啊，就是口味，不是说你要是说中辣他都不行，你要中辣咱受不了。导演，你就得是微辣。导演，你们从哪儿请来的一个评论美食的嘉宾啊？你没吃吗？你看你说的话好像你没吃似的。我都没抢到。哦，对，那个鱼鳞呢？鱼鳞补钙，鱼鳞补钙。要是说补，下回整点补心眼的，然后给那个龙哥吃。他不缺钙，他不缺钙。不是，他不但是那啥，他是吃人家嘴也不短。哦，他是吃了别人的嘴也不短。团长，你别跟着他跑，别跟着他跑，咱们说节目。我觉得节目特别好。然后小伙子们也是唱得特别好，姑娘也美，然后呢就跟那个鱼似的，我觉得吃起来的就回味无穷。又说到鱼，我从啤酒鱼开始说起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啤酒鱼和这个节目呢它是不可分离的。这个节目其实从形式感上非常的新颖，它是三种艺术形式的混搭。哎，大家看到了是吧？说唱，然后我们的原生态，然后还有后边的街舞，没错，三个节目的混搭。其实还有后边的这个品鱼，所以这节目有四个元素。但是我同样要特别的感谢我们这个大美星河，为什么？因为没有前面我们在那跟着学跳舞，肚子有点饿，后边能吃的那么香甜吗？这团长他就是不一样，人家虽然也吃了，人家体型也吃成那样了，但是人家没忘正事儿。怎么说话呢？小毕哥既然作为观察团团长，那得来点不一样的形式点评啊，否则他凭什么当团长？就是啊，不是我刚才点评的还不够好吗？朋友们，小毕哥，那你可以来用你的即兴演唱来点评啊，对不对？对，那我不叫这个观众面前耍大刀吗？就喜欢看你耍大刀。这样啊，咱们是来自于广西，这个地方大家可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刘三姐。没错，我借鉴一下广西的那个山歌好不好？好，唱山歌，哎，这边唱来那边喝，那边喝，星河精美，人也没有，站在草原望北京，哎，望北京，阳朔山水甲桂林哟，啤酒鱼吃真带劲啊，真带劲，要是每天都能吃呀更带劲。接下来哪个组来了？还是我们继续给你打个样。接下来这个节目非常的唯美，叫苏木山之梦。
太好看了。不是龙哥，这什么呀？这怎么能当农业节目主持人呢？这都不知道。这不是松树枝吗？我知道。别乱动，这不是一般的松树。啊，我拿的这个叫我们苏木山的落叶松。桂龙，我问你一个问题，落叶松这个针落不落？落还是不落？我告诉你一个正确答案，落叶松不落这个松针，它只是在秋天的时候呢变黄。不愧是在弯钩林业局出生的一个孩子。等一下啊，你不是说这个是苏木山上的松枝吗？对啊。那跟你刚才这节目有什么关系？想知道吗？想啊。有请我们中共星河县委副书记李宪同志给你说一说。这个落叶松是我们采自星河县苏木山林场的一束松枝。大家看到这束松枝呀，茂盛的样子，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是荒山土岭，光秃秃的一片。当时呀，国家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以董鸿儒老先生为代表的几十名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苏木山。在坡度这么大的山上，没有现在的这个现代化设备，靠桥挖地，靠人踢水，我们在这儿种下了2000多万株松树。通过这些老前辈42年的艰苦努力，造出了一个18.6万亩的一片森林。我们现在苏木山是国家的生态保护区，国家级的旅游景点。这些老前辈啊，给我们留下的是信念坚定、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苏木山精神。所以啊，刚才那个杂技啊，我们设计的寓意多好。最后我们这个演员在上面倒挂上，哎，这个然后雕到这个松枝，松枝，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松枝体现的是我们苏木山的一种精神。哎，接下来该你们上啤酒鱼了啊！我们这儿不仅有啤酒鱼，我们阳朔景区呢有一位非常厉害的月亮妈妈。大家好，我是月亮妈妈，我在桂林阳朔月亮山村住的，就是老外给我取个名字叫月亮妈妈。很多老外来不同的国家的来，我是带他们导游的，但是我以前那山里那水一句都不会，叫 hello 要水吗？他说 water 哦，那你要明信片吗？他说 postcard 哦，明信片是 postcard。 他说那你要鸭子吗？他说 dog 哦，鸭子是 dog， 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就写单词，那就记下来。那肯定变化很大了。现在阳朔村是搞旅游的，每家每户都不愁穿，不愁吃，生活充满阳光啊！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喝了，那边喝。Hello， 拿着 tomato。哎，这怎么还有外宾呢？我是带老外的啦。您带了多少年呢？专门带老外的。20年了。带20年啊？嗯。您这个外语是自学的吗？跟老外学啊。我说 Hello， 我说你要这个明信片吗？哦，还带了明信片。我说 Hello， 要明信片吗？旅游纪念品。他说 postcard， 哦，明信片是 postcard。postcard。月亮妈妈，这就是一个节目了吗？我们带了很多孩子来这里跳舞吗？
观察团老师们也上来体验一下好不好？我想问问你，你练了多久了？十年。练了十年，你们让我们试，不简直是太出丑了。来，不这样，没关系，没关系，我只要把你们几个赢了就行了。你听我说啊，师弟，我们这个团长啊，你别看他挺高大威猛的，其实他是一个很灵活的人，他属于是一个灵活的胖子。所以说，这是你上来整三个，你简直就是对他极大的侮辱。上来你先给他整六个，来六个。平常你们一般就玩这多的时候能玩多少个？九个。啊，九，行，你先玩六个。哎呀，漂亮。非常好，完美。OK， 收。有请我们团长来。哎呀，来，你看这范儿，鞠躬的姿势很标准。你看这范儿，哎呦，鞠躬的姿势很标准。哎呀，真的，你看看这范儿，漂亮。来，一、二、三，走。哎，好，哎，漂亮，漂亮。什么叫团长？哎，丢人都丢得那么洒脱。你们看我扔球动作还是很潇洒的，哎呦，是吧？还是挺标准吧？对，你看手慢慢轻轻拧，哎，哎呦呵，啪啪啪，这六个很潇洒，嗯，主要要跟着五个人帮着捡球。他不刚才说了吗？最多的九个，你得让他试试。来一个吧，对，我们要来个升级挑战。九个，试一下，试一下，走。哦，再试一下。节目太好了，哎，都是有高度的。嗯，那就有请我们有高度的观察员们来点评一下。哎，我觉得这一轮非常有技术难度，尤其是我们那个，哎，落叶松，啊，那个寓意。对，其实上面的那个姑娘，其实大家的注意力是在那儿，但是其实你知道下面的那个姑娘是更难的，那个两条腿要负重多少公斤啊？而且是越加越高，越加越高，而且它在中间还有一个旋转，哎，所以真的我们应该给他点掌声。好，这观察团看得多么仔细。郭金杰以前经常表演有一段保留的节目，什么呀？就是报山名，说这个山那个山，这个山那个山，你最后你要能给我落到星河苏木山，我就算今天没白请你来，同意的鼓掌。落不上。什么山？苏木山，星河苏木山，乌兰察布星河苏木山。哎，我得想想啊。不是你自己没带点本啥的吗？还拿本啊？来，给点掌声，加点佐料。加吗？我就不信。人家曲艺出身的演员不一样啊。走哪儿随身带板儿。我告诉你，我不光来这栏目，我到哪个栏目都带着。我看他给我上啥菜。三二，接下来呢，咱们就拿我们两队的特产来举行一个游戏。没问题。举重。据特产游戏规则，星河队和阳朔队各派出两男两女，每人两次试举机会，取重量多的那次计入总成绩，总成绩多的一队获胜。自己选重量。阳朔的小姐姐先来。40、50、60，不是抬起来，举重。像举重一样，把它举过头顶。你戴的帽子有点吃亏呀。对呀。首先注意安全，别把你美丽的门牙干掉啊！来，哎呦，哎呦，说来就来，一看加油加油！哦，三二，这个是失败的。还有一次机会。对。加油！三二，这肯定不算呀。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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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伸直就行是吗？对，加油，你可以的。三，可以先停留一下。你看，不行，那不行，他那左胳膊没有右胳膊有劲儿，而且他总想一口气举上去。姑娘，你放弃吧。啊，就这样吧。好，
又是我们阳朔队。需要翻腕，哎，必须翻腕，三二一，加油！哦，三二一，成功！成功了！哎呦，这姑娘真看不出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对，你刚才挑战那个是四十斤，如果你举起来五十斤，就是五十斤算重量，以那个重量多的来计入总数。加油，加油，小心下巴啊！加油，你一定可以！哇！成功，成功！哎呦，而且他的现在他的这个面目表情非常的美好，关键是。他自己要挑战六十斤，我们虽然规则是举两次，如果你真要挑战，你那个举起来，我们也可以算那个，好不好？好，本团长同意了。姑娘，不要一口气，姑娘在肩膀，在这个肩膀这先沉一下。是不是阳朔举重队的？加油！不能笑。不能笑，一笑丹田气就，加油，丹田气就破了，太重了。阳朔队的五十斤有效了啊，来该我们星河队的了。哎呀，没毛病，千万不能笑，不，咱先捡那有把握的来，别着急。三二一，成功。好样的，好，还挑战，还有一次挑战，必须来，直接就这个六十斤。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这个挑战失败，我还可以回去挑战一下五十斤？不用，咱们不差那十斤八斤的。那个姑娘，然后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儿叫什么什么队友，是吧？你也许拥有了一个像什么一样的队长。我们星河都是女汉子，拼了！来，一口丹田气。不要逞强啊，可以放弃。一口丹田气撼动天和地，星河，加油！哎，怎么停住了？我的妈，这怎么还跪下了呢？行不行？不行，我得逞一口气，我再试一。像什么什么一样的队长即将诞生了。来，不要笑。哎，小心，小心。哎，现在该我们的第二位女队员了啊！来，第一次先挑战一下五十斤的。我看好你，你把人家吓得不敢举了。来，好，稳住，举。哎。还好，我这个还有一次机会。啊，坐好，两边均匀啊！加油！对，好，走。三，好，稳住。二，一，加油，加油，起来！举起来，左手。好，手伸直。没有戏了，没戏了。接下来该男子组了，首先由我们阳朔的小伙你来选择。啊，你先好。哎，动作越花哨，这个越能举起来。动作越花哨越够呛。加油加油，举过头顶。哎呀，没过，一口气。来来，哎呀，停。这小伙行。举过头顶。今年你觉得他行不行？肯定没问题呀！我觉得没问题。加油，阳朔队加油！举过头顶，三二一，成功！太棒了！刚才感觉就是是不是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还有进步的空间，是不是？对，你看那哥们儿还偷偷笑呢。哎，小伙有胆气！啊，有！直接冲120啊！啊！
哎呀，这还有，那说这小伙真棒，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再掂量一下。哎，来，这小伙聪明。我觉得够呛哎，这个。哎，这小伙这肌肉啊类型。这是一百是吧？一百。哎，对，平局，这才叫对啊，平局。杨硕对。小心嘴啊，小心嘴，小心嘴，行不行？不行就超越。小心，还有机会哦。小心嘴啊，小心嘴。加油！瞬间爆发。不行不行不行！哎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小伙可以再给一次机会，因为我刚才发现他的动作非常标准。那你这样，金姐非常标准。你们如果改规则，我也同意。你的机会没有了，给他啊，好吧？好，好啊，可以，可以。来，也算你们队的总的次数嘛，对吧？小伙刚才练过体育啊。你看肌肉类型不错啊，加油！哎，好，丹田气啊，这时候不要浪费劲儿啊，不要浪费劲儿，瞬间十字交叉，哦，差一点，差一点，这小伙还是相当不错的。哎，他就这种挑战精神，这个我其实过两天我给他辅导辅导，他一定可以。哎，是的，对，他一定不用过两天，您现在上去替他举一下就行，你现在让大家团长上去举一下。我估计小 V 哥能举起来，因为中午他吃了四盒盒饭。真的假的？团长，我给你个建议，要不然呢，你就整两筐橘子得了。你把那个扣要不要先解开？小 V 哥，你小心你的假牙啊！你可别磕到。他刚才用力过猛，鞋带崩开了。哎呦，两个都崩开了。作为一个专业的举重运动员，啊！来，该我们星河队的了。选八十的了。三二一，走！三二一，走！哎哎，三二一。也就是说，兄弟，我们现在是四十、八十、一百二了。我们随便举一个就可以赢掉他们。你放心，实在不行，一会儿两个队长再比一轮。啊，那不公平！哎，太轻松了。抓举，放下。这叫捧起来。就你这实力，这个。稳住，稳住！这就是干巴劲儿，你这是。稳住，不要笑，不要笑，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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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他还有一次机会呢，刚才我是让他缓一口气儿。好，没问题，第一步很稳。哦。第二步。别磕嘴啊，注意别磕嘴。啊，太难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你最后记住动作你不能这样，你应该是。啊，掌声欢迎傅玉龙，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哎。都要多。加油！小肚又见长啊！加油，加油，加油！哦，太棒了！走，腿前后。没两下子当什么队长？我们星河队完胜！星河，二了，四
选手可以到那个我们的丰收台那儿去拿我们阳朔队的特产，来随便挑，可以挑随便挑，你们愿意吃啥可以到前面去拿，来随便挑，对金桔随便拿，你自己能拿多少拿多少，你要拿不了就下回再说。这位姐姐，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个姑娘，什么叫会过日子的姑娘，将来这姑娘谁娶回家去，不日子过得好好的，我跟大家说啊，哪个是她老公，谁啊，你俩站一块儿，他俩是一家的，哎呦，你这媳妇长太好了啊，你太有眼力了啊，主要是我们那边的朋友太热情，我过去他们说多拿点多拿点，所以我就毫不客气多拿点给我们那边我们星河的父老乡亲们品尝一下，谢谢，满载而归啊。其实我们这个星河那是非常热情好客的，虽然刚才杨硕的朋友们在举重方面可能稍稍的差了那么一丢丢，但是这也并不影响我们表达我们的情谊，所以你们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把我们星河的美食与大家分享，接下来观察团成员请上舞台，哎呦我的妈呀，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啊，是我们茶尔湖的冷水鱼，茶尔就是春天即将融化的冰的意思，所以说我们是冷水鱼，这是我们的特点，大家一会儿品尝品尝，这是我们茶尔湖的鱼，味道非常之鲜美。哦，看你们几个人都不说话了，说明味道的确好啊。大家到茶尔湖，吃我们鱼。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二道菜，这叫苏木山的羊肉，尝尝。肥的哈，它不腻吗？这个不腻，而且膻味特别轻，就是我们阳朔的朋友们吃肯定也能吃得惯。星河的美食太好吃了，这个羊肉啊真正的是肥而不腻。第三道美味叫油面，也叫裸燕麦，这个东西啊是生长在高寒地区的抗旱的一个品种，大家尝尝。我们阳朔的朋友可以分享了，上场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本栏目由甘肃文旅独家冠名播出。哎，一组游戏过后，哎呦，尤其又品尝到了我们星河的美食，哎，心情大好。那我们继续比拼。好，接下来我请出的是我们星河队的一个宝。什么宝？上来你自己看了，你就知道。星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素有鸡鸣闻三省之称，县城南部美丽的苏木山堪称内蒙古高原上的绿色明珠和天然植物王国，星河幅员辽阔，无处不散发着特色的民族文化和迷人的古色古韵。我们阳朔也不逊色，阳朔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这里是金桔之乡群域旅游示范区，阳朔西街错落有致，小溪石桥相映成趣，得天独厚的山水风光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四海宾朋、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的旅游胜地。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狗狗，是不是很可爱呀？哎，你们看我这四肢多矫健，哎，还有我这灵活的猪尾巴，吼吼吼！
你们可别小看我，我会的可多着呢。今天呀，我可是星河队的大明星，接下来让你们看看我的风采，看完了可别爱上我哦。你可能见过很多萌宠在舞台上的表演，但是这种表演我相信你是很少看到的。怎么过来？他据说还是位滑板高手。上。哇。上。对，滑。哎呀，因为没有掌声，所以他没有四个脚都站上去。上上上，滑。走。滑。哎。走。滑滑。哎呀。漂亮。接下来啊。哎，套圈。哎呀。哎哎，漂亮哦！啊，捡起来！哎，从小养成好习惯，把东西放回原处。漂亮，增加难度，增加难度，来！这叫射门呐！进了，球进了！这里。哦，转圈，哎呦，哦，转圈，哎，正转反转都行。好，摇头，摇头。哦，他能听懂哎。来，张嘴。老公，来，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我是狗狗，我在这儿啊，祝大家牛年牛气冲天。来握手，你好，你好。哎呀，握握手，再握握。好。我在看观察团的人都看傻了。你们见过啊叫狗狗的猪猪吗？哎，小猪跟我们星河有关系吗？哎，这句话你就问到点儿上了啊。接下来给你请上一位。来，有请。有请。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星河县第二镇朱家营驻冲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冲党支部书记贺龙。欢迎欢迎。这个小猪呢，是我们星河县发展产业的一个缩影。乌兰察布市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路，我们星河县围绕怎么选择产业作为星河县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好有这么好的资源，所以我们围绕这个发展藏香猪养殖。谢谢谢谢。好吧。好。那但是我们队接下来有一位更厉害的队员，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壮家人有多壮有多强。大家好，我叫龙俊宁，我是虎狼兵绝技壮族手标的传承人。今天我将在乡村大舞台用我的独门绝技让大家领略到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在我们壮族手标王手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暗器，什么东西都是兵器。今天我尝试用这个竹签在四米之外把这个金属的医疗罐打爆，一分钟扎出至少23个孔。您之前的记录就是扎到23个洞是不是？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打破自己的记录是不是？尝试一下。计时开始。哦，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20秒了。那这是两个眼，这是两个眼，这是两个，对，这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然后看第三排，七个，八个，九个，十个，11个，12个，13，14，15，16，17，18，这个没有，19。二十，这是两个，21，22，23，这个慢慢冒出来，24，恭喜我们挑战成功，果然不错啊，佩服啊，我还有更厉害的，对对，还有更厉害的，对，来。龙哥，哎，纸飞机在你手里可能就是一个飞不了多远的纸飞机，但是在我们壮家手镖王手里面，它能干嘛？你知道吗？它能扎破西瓜。我还以为他自己坐个纸飞机坐着直接去我们星河呢。首先你说这个呢，不光我质疑啊，我们观察团的各位也很质疑。质疑我们的道具吗？那当然了，你起码让人家近距离的来看一看，你这个检验一下。来来来，观察员们，看一下郭金杰去就行了。来，普通的 A4 纸、一点毛病没有。对对吧？对，这个是用 A4 纸做的纸飞机。对，里边有个铁片。什么？没有没有，开玩笑。打开看，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嘉宾可以查。对，啥都没有。检查完毕啊。纸飞机和西瓜这二者有啥必然联系呢？这是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原来我的纪录是1分钟在2米之外扎进13个，希望今晚能够打破它。哎呦，拭目以待，加油！计时开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五个，哎呦，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11个，12个，13个，加油，14个。50秒，17个，18个，加油，19，20个，1分钟完成了20个，这超越太多了。毕团长，您见过这个表演吗？确实没见过啊！你现在拿一张纸叠的飞机，然后能插到这西瓜里。
若非亲眼所见，实难相信。谢谢谢谢，这期太过瘾了，我觉得武功都上来了。我觉得我要是能行就好了，有那么一点点。这轮两个队的两个节目，那让人出乎意料，没见过。对对，就这个点评的有点太一般。嗯，哎，这样好不好？嗯，我一看郭京杰，我想到他曾经，那也是把二人转唱的那是出神入化的人。对，索性咱们现场我给你写一段词儿，你能唱一个二人转啊？哦，这个眉毛画得好，鼻子也出来了，把嘴补上，最后画龙点睛。OK， 这个二人转呢，它是两个人唱的。哎，那我一个人我肯定是完成不了的。大家除了我们团长还能有谁？掌声在哪里？好，什么词儿？小猪狗狗，全能王啊！乡村旅游还挺忙。哦。香珠星河盖新房，扶贫产业创辉煌。后边还有呢，但是这几句啊我就不念了，咱给他唱出来吧。给他唱出来，你别晃我看词儿。小猪狗狗全能王啊，调门起的有点高啊。来来再来再来。小猪狗狗全能王啊，乡村旅游还挺忙啊，香珠星河盖新房啊，扶贫产业创辉煌啊，庄稼手标真是强啊，是我们了，文武双全是栋梁啊，技艺传承美名扬啊，哎呦呦呦呦，新时代农民喜气洋洋啊，哎嗨哎嗨呀。真好真好真好。最后这一轮可以先来，那还你们来吧。好的，嗯，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浓郁的民族风情来带领大家到我们美丽的星河。怎么样，帅小白鹿、我说节目什么帅、节目精彩。哎，你看啊，剧琴、马头琴、口弦、就你一听是不是小白鹿，你已经就仿佛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大草原。对，所以说接下来你们最后的一个压大轴的节目是啥、那接下来我们杨硕队就要拿出我们压箱底的节目了，而且我们每次总说压箱底压箱底，这次我们是真的压箱底。
害厉害，这功夫真的，你看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箱子方寸之间，嗯，我们这位兄弟他在里边闪转腾挪，是吧？其实说起来简单，你看盖一开那个瞬间，这人已经换了一个方向了，还换了衣服，慢一步的棍子能敲脑袋上去。这兄弟也曾经被棒子打过吧？啊，有过。我特别好奇，是不是不能长胖？现在胖了一点了。不是，我就感觉这个要是再长胖一点，会不会就，就不会那么灵活？是不是这样的？不灵活了。不要侧面说团长胖。格格老师，你不要说咱们团长，他虽然胖，我是觉得虽然胖，但是人家有别的才艺啊，人会画画，会写词儿，对不对？哎，一声叹息。但是我对这个箱子我有点好奇啊。好奇其实也简单，让傅玉龙在里头表演一遍就可以了。哎，可以啊。对吧？你看看，而且人家那个，哎，怎么换方向？做换方向，看你换个方向怎么换？你看爬都费劲。你，那换不了，换不了，往那一窝，基本就动不了。而且你看他那个演员，他中间无数个平躺动作跳进去，对，他得特别扛那个个，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精粹的部分啊。嗯，这个必须得点个赞了啊。好，谢谢。小皮哥，最后一轮了，您用这种现代非常潮流的方式来点评我们刚才这种民族传统的节目好不好？哟，就用我们的说唱怎么样？哟哟哟哟 ，Chicken No， 哎呦，这个有点难哈啊！哟哟哟 ，Chicken No， 煎饼果子来一套，哟，来了，我也年轻一把，嗯，哟。哟，这个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星河的美食人人夸，阳朔的贵菌很神奇，难怪小白鹿把它压箱底。这个啊，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这个观察团成员，我们被挖坑挖的数第一。哟，掌声送给你。最后这句唱得很好。现在进入我们最后的投票环节。哎，来，现在掏出手机。互相给对方的节目进行投票，全场都有，倒计时，3、2、1，我们来看一看双方最后的得票情况。目前杨硕的四个参与投票节目排在第三位的是目前杨硕的四个参与投票节目排在第三位的是打棍出箱，28票。哎，排在第二位的是杨硕啤酒鱼。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壮族标王奇绝杨硕，35票。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来投票。来，郭金杰他投给了打棍出箱。因为我呢也是一名地方戏演员，我认为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我觉得像这种地方戏应该多多的让咱们国人去了解去熟悉，像这种好节目就应该给它推崇，让更多人了解它，发扬它。谢谢谢谢。来，我们看看格格，多彩杨硕，多彩杨硕第四名，他是26票加5票，31票，追上来了。这个节目，我觉得我的印象最深刻，特别有创意在里面，而且特别富有视觉的冲击力，所以我喜欢那个节目。那么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奇绝杨硕，我这一票就变得太重要了。好，来看一看我的最后投票是毕团长。我的最后投票是爽神杨硕啤酒鱼。好，祝贺。我是觉得这个节目从利益上啊，从艺术形式上啊，从跨界的类别上，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来，现在来看一看星河的投票的结果是，排在第三位的是29票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排在第二位的是《大美星河》，排在第一位的是《杂技苏木山之梦》。好，现在我们来请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来投票。来，我们看看格格，来，3、2、1，请亮黑板。哇！因为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他们用了3种乐器奏出来的时候，我无形当中就感觉特别的拉近我的心，所以我把这票送给你们。哎呦，团长，咱让他们看看咱俩默契不默契。好，来，3、2、1，走你，默契吧。哇！美丽的草原我的家，34票加5票，39票。大美星河，35票。要不我给您拿个计算器。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刚才这个小伙子，我认为他是一个特别走心的舞者。嗯，他的这个表现是彻底的感染到了我，所以我选这个节目。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这个节目里边有一个我的同行，就是刚才拉锯的大爷，那大爷跟我曾经也拉过锯。对，我最纠结的是这个苏木山之梦和我最后投票大美星河。但是我想来想去，苏木山精神归到最后还是我们的大美星河。对，所以我最后把票投给了大美星河。我们祝贺大美星河获得我们星河的冠军，祝贺！好，接下来让我们特别有请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星河县委副书记李宪，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朱葛正为对方的获奖节目颁发奖杯。本节目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星河县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星河县人民政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交响丝路，如意甘肃。本栏目由甘肃文旅独家冠名播出。再见。